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鱼。我们来看一下8月27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狮子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红色。今天有机会就安排自己上台表演一下吧。你对工作的逻辑呢很清楚，表现起来呢就一定超级有自信的。你可以为自己争取主管和同事们的支持哦。第二名金牛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白色，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。单靠这一点，你的未来就不会差。只要你坚持到底，你就可以证明你自己是对的哦。第三名摩羯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紫蓝色。如果你对金钱很重视，你就能在各个方面看到一展才华的好时机，把握属于你的机会，赚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，第一名处女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米色。如果你感觉自己频频被拒绝，正常的计划就是不能好好走，不是走歪就是无疾而终，你就不要再配合了，拿回你自己的决定权，为自己努力一下吧。第二名巨蟹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绿色。钱不够用，这是一个错觉哦。反过来想一下，哪些钱是不用花的呢？你就可以把每一块钱都发挥到它的极致处哦。第三名射手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红色。工作不尽如人意，你可能觉得一切的努力都没有意义了。不要这样想，去请教内行的人，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呢？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做事有重点，就会有发展。我们今天还是要一起加油哦。